刚才那个，右下腹，痛了几下子，我看到一艘那个，一艘巨人呐，好像一艘很大的船，但我看到的不是船的全貌，而是看到他的船的右前侧面，右边的前侧面，只看一个船队的干部。然后一些人，钢板，看到那个一艘那个钢板和一些人，那个钱，目前的场景就是一艘船，一艘船，然后好像那个，高度挺高的啊，这样，一个前面在那边。然后一些人看着，这什么情况呢？是看到那个大瀑布，下面的水啊越来越少了，大瀑布下面的水越来越少，意味着那个这个船到时候航行或者靠岸，会出问题了啊，会航行或靠岸出问题了啊，所以这个时候。人们呢、啊，发生了那个，有点紧张了，有点紧张了。看那个水位不对，水位下面的水好像越来越少，那么有可能那个船搁浅，或者靠不了岸，所以这个时候人们很紧张，很慌张很紧张，很慌张。看到那个人急急忙忙要靠岸，要急急忙忙靠岸，再不靠岸就来不及了啊，再不靠岸来不及了啊。是这个啊，原来是尼亚加拉大瀑布那边发生情况，水啊越来越少了，越来越少。那么下面在观光的那些船呢，有可能要搁浅了。原来看见的是这个场景，人们慌慌张张的准备要靠岸啊，是这么一个情况。好，知道了，知道了啊。好，再见啊，再见。